王银砸千万封芭比包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银 I love Barbie。 平常就是爱包一族的王银，从艺人晋升到老板娘，今年狠砸5000万元将美国芭比引进台湾，抢攻女性消费市场。现在可能要兼顾很多不同的身份，然后时间的分配上就很重要，熬夜啊，然后还有没有假日啊，没有睡觉，就是常常都会有的。王银除了自当老板娘，还得每月控管人事成本、设计费及宣传费开销，甚至自己担任代言人及设计总监，亲自参与包包设计，一人身兼多职。其实呢，它变化很多，但我最喜欢的部分呢是它的丝巾，就是我们原本做的丝巾，很可爱。然后你一打开呢，它容量可以变成这么大，就是它是一个托特包的设计。王银从去年底拿下芭比代理权后，迅速在今年3月在全台设置6个柜点，而且每月推出的限量包款几乎马上抢购一空，月营业额更是冲破100万元以上。他靠着平价流行包款，加上圈内好友站台，一开业就成功打进女性消费市场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芭比王国。